恭请总统敬酒。手捧香炉，绕行神教进行敬教仪式。总统蔡英文来到苗栗拱天宫参香，因为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12号就要展开。白沙屯拱天宫妈祖进香12号起驾，大批信徒已经把拱天宫里里外外挤得水泄不通。每一年咱咧进香的时阵，咱展现咱台湾佬的信仰、团结的精神。不止蔡总统参香，副总统赖清德也会到苗栗参与相关仪式。白沙屯妈祖徒步进香，今年报名突破11万人，人数再创新高。12号起驾后，20号回銮，为期9天8夜，从苗栗的拱天宫到云林的北港朝天宫再折返，来回大约400公里，考验信徒的耐力体力。有真停的班次，今天就是北上有6趟。南下有5趟，因为信徒人数众多，从各县市前来，台铁也特别加开班次进行疏运。白沙屯妈祖进香已经有100年多历史，其实神教内除了白沙屯妈祖外，还有一尊山边妈祖。拜神教，那当然是有需要的历史啊，所以说我们的祖先啊，就是邀请我们法兵。白沙屯妈祖到北港进香，没有预定要走的路线，前进速度快，如同急行军。加上銮轿覆盖上粉红色的布防雨，神轿还被叫做粉红超跑。信徒来自各行各业，就连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也预告9天8夜的进香不缺席。镜新闻综合报道，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